为团内认真负责的呆纪检委，当然要首当其冲的带着我们家边边为大家谋福利，是不是不一样？一上来就谋福利，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是不是？我也没有见过。哎，听好了，今天呢，我们两个会送出亲自准备的礼物回馈给线上每一个看直播的你们。所以你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当然是先要留个惊喜啦，就是一会儿大家就能看见了。粉丝贡献榜第一名的网友获得由我们两个亲笔签名的酷狗耳机一个。你看，我怎么有点像，我感觉我们现在像那个你们看这个酷狗耳机，那个是没有开封过的，但是呢，因为没有开封过，它外面是一层那个包装，塑料包装，所以呢，我就是要给你们，对，要给你们先看一下，然后我们打开现场签名，嗯，然后到时候就是贡献榜，你看我真的是现场拆的，嗯，他们想要包都要包不了的，对，这是新的，对，绝对不是旧的，绝对不是谁谁用过的，谢谢大家，然后我们现场签名，所以是签在盒子上，先签盒子上还签哪儿？也不能签耳机上吧，签盒子上吧。我们现场签哈，因为我们刚想提前签都不行，因为一定要正式来。好，噔噔，看到了吗？签好了啊，签好了哦。好嘞，这个呢就是贡献榜第一名的小朋友可以获得这个小耳机。然后贡献榜第二到三名的网友获得我们两位的亲笔签名照一张。对，就是等等，对，我们刚刚已经签好了哟，签名照。对对，当然了，来直播间看我们的你们别忘了在直播间的右下角评论我们的新歌烟雨笑，评论尾数每99，比如说1999、2999、3999，依次类推，只要尾数为999的话，都会为我们直播间获得惊喜爆灯。动起来为我们打 call 吧！每场直播末尾，我们会选出优质评论翻牌哟，耶！然后呢，今天我跟边边呢是作为多年的捧友，特别，你的这个口音是怎么回事？特意。我觉得调太过了，对，就所以不能离得太近，离得太近他的脸就很尖。哇，我感觉我这个下巴怎么都变那么尖了，是吧？你离得远其实就好，离得越近越尖，越近越尖也好奇怪。哇，声调能不能给我调一下？他就是这样子，把美颜调低一点。我自己调，在哪儿调？看不见。嗯，是这儿吗？美颜。哦，美颜。哦，在哪？不对。哦，脸型。脸型。这个是零的。啊，再调。对。哎。OK。OK OK。关了关了。但其实还是有点尖。啊，比刚刚好多了。然后我刚刚说到哪了啊？特意呢准备了一些默契大考验的环节，也就是传说中的塑料姐妹花环节。然后我们会为对方分别提问一些问题，然后呢答的少的，就是答对少的人就要接受惩罚。比如说就是我出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以我的答案为主，然后等到边边出问题。哎呀，这个可笑，这个礼物怎么这个跳动它怎么回事呢？边边答问题的时候，然后就以他的答案为主，然后我们看到时候两轮下来我们谁答的多谁就胜利，输的人就要就惩罚。所以是我先对你进行提问，对吗？不是，我先对你进行提问。靠，是我先对你进行提问了的。哦，是哦，对哦。你没有看彩本吗？哎，这个你们送的礼物，这个礼物为什么要蒙住我的眼睛？所以暂时将我眼睛闭了起来。然后我们要各拿一个写字板，写字板对的，没有写字板只有白纸。哇，谢谢你们的礼物，但是这辆车为什么开在我的脸上？好搞笑。这个是我们的题板啊，我的眼睛会反光。嗯，没错。我就是
是一个反光女孩，但是我还是想要戴一下下，这样吧。你好像算命先生啊！哎，你给我算一下，你给我算一下。你像奶奶吗？好，该我提问了啊。没关系，那个天哪，好紧张、啊！我有我的手卡，你看我自己自制手卡，厉不厉害？紧张，紧张。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不能给你看我答案啊。蒋生首支单曲的名字和发行时间是，你要写个一哦。蒋生首支单曲的名字一定要写那个英文哦。啊？因为我的那个名字就是英文。所以我不能直接作答，我还得写出来。你当然得写，我们就是写完之后我们要对答案的。这不是难度加。然后你们也要回答哦。这是。但是你不能看，我也看不见，这个字太小了。我的日期是多少？我自己也不记得。你看你他都不记得，所以那我们就不要日期，你就写名字吧，好不好？好，你们回答一下日期。哎，这个、不行，行不行？写不出来。给我借一下你的这个笔。啊，还有笔吗？啊，蒋生的第一首歌是《Mermaid》，对，然后听一下，不能给你太多的时间，好吗？太多的时间就非常的厉害。好，写完了。好，然后第二题，第二题是蒋生的偶像是谁？哦，这也太简单了吧！来，给你，蒋生的偶像就是五月天、啊。偶像是谁？蒋生的偶像是谁？五月天里面的阿信啊，就他最喜欢的就是阿信了、啊。不错不错，大家答对了啦。好，然后第三个，蒋生在《烟雨笑》中第一句歌词是第一句啊，你来想一下哦，那像是你唱的吗？我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这个太难了。等一下，这个题让我后面再想一下，先下一题。好，第四题，第四题是列举出蒋生的三个特殊技能，三个特殊技能，嗯。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啊，鉴于就一支笔，我就不写了，到时候啊，那你这个一支笔，我还想着说我自己给你评判分数，给你批分数呢、那个，我就不写了吧。那个，到时候给你批分数。就是、那个协调的那个，就是跟左右那个前后那个，算了，不知道了、哦，你写吧。哦，三个特殊的技能，算了算了，哦，很运动算吗？运动算吗？你先写吧，你先写吧。那就运动嘛一个，然后那个协调一个，然后还差一个技能，还有啥技能啊？还有啥技能？唱 rap 算技能吗？唱 rap 不知道啊。还有什么？我看看你们写的。他们都没有，他们都靠不住，都没有一个。你快点写，你不许看。都没有一个。好，下一题。第五题是蒋生的口头禅是，不是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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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六题，蒋生的理想型类型，理想型类型，理想型应该是这个是要说一个具体的人还是描述啊？我要写啊，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你看错了，不知道，怎么让我出题的？我怎么做的？写一下啊，你写完告诉我吧。哇，这个笔图是要写一个具体的人呢，还是要写阿信怎么样？你先写啊，我不能告诉你答案，我只能在我们写完之后。太难了。好，下一题，等一下。哎，我的台本被我摁不见了。哇，谢谢大家送的小礼物哦。喜欢蒋生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最爱吃。对。第七题，蒋生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各种炸的那种小吃，就是炸，就是炸串那种。哈哈哈哈哈！小吃。哈哈哈哈哈哈！好，下一题。第八题，蒋生的粉丝名及应援色是。蒋生的粉丝名叫护身符，你不可以看他们答案哦。我没有看，我没有看。应援色是蓝色。啊，你看我答案是不是？第九题啊，第九题，蒋生粉丝的口号是，那个银，我肯定知道啊，那个银河
银河以北桨声最美，没改的话，银河以北桨声最美，桨声最美。好，下一题。第十题是蒋胜每天必做的三件事是：吃饭、睡觉、拉屎。哇，你也太点不偶、哦、没偶像包袱吗？吃饭嘛肯定要吃的，睡觉嘛肯定要睡的，吃饭、睡觉，看看我们的默契有没有到达。吃饭、睡觉，我已经写完了。谢谢。看《武林外传》，看《武林外传》，虽然也对了，但是跟我写的还是有点不太一样。那看剧吧，看剧。好了吗？你们吃饭睡觉打游戏。啊，对了，还要打游戏。没有第十一题了啊，来吧。就没了。天哪，我觉得我还可以打，还可以打一百题。来，我们来看啊，来给大家一起看。但是好像反光看不见啊。嗯，我来给大家读一下。第一题我们的答案都是 mermaid。对，写对了，但是你没大写啊，算了。不对，你写错了。你们看，它的 mermaid 少了一个 m， 那怎么叫 mermaid 呢？你这个读 mermaid 啊？不是，刚刚跟你说话嘛，你这是一直啊，这是一个意外啊。第一题错了，帮我记一下，工作人员就是。我们现在你就帮我们记对几题就行了，好吧？第二题是五月天，对，你写了五月天，对了。第三题写拉信呢，空着。我告诉你是什么，是白衣素裹杨柳腰，风吹细雨正红袍。是我知道了。惹得谁家姑娘莞尔一笑。第四题你写的是运动和协调，就是跑步吗？我写的是跑步、星座和鹅笑，那也没答对。偶像，鹅笑啊，鹅笑，对吗？然后第五题对了。咕噜咕噜，一分啊，不两分。第六题写了阿信啊，也对了，好了，对了。第七题是炸串和小吃，不对，第七题是红烧肉。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你吃过红烧肉，因为我每次回上海才能吃红烧肉。那就怪我，那就不怪我。而且我每次采访的时候，我都说我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是吗？对啊，你没发现我每次一回上海就吃的是红烧肉吗？好吧，怪我。然后第八题是护身符蓝，对了。然后第九题是蒋欣独具不复存。你说是不是改了？以前是不是这个？他们早就改了，那就是改了吗？但我这个也是对的，是不是曾经有过的？不是，现在的应援口号，曾经有过的应援口号。银河以北，掌声最美，绝对用过，绝对用过，用过，但不是现在哦。第十题。我写的是睡觉练习和起床，你写的是，你每天不做起床这件事情吗？那你每天不吃饭吗？我吃饭，但是我们的答案不一样。啊，这次都过不了了。好了啦，对了几题嘛？对了四题。好，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环节了，该你提问了。对了四题，然后不知道你们对了几题啊？来，不知道我们的默契有没有？就是比我和边边好一点。来，第一题，边丽的粉丝名及应援测试。等一下，慢一点。边丽的粉丝名。粉丝名是啥呀？哎，这个字咋写？应援色我知道，我们那时候还撞过。好，第二题，便利的粉丝口号是什么？什么无边，风月无边，利月无边。我觉得吧，我们也就半斤八两的样子。风月无边，利，好了吗？好了。好，第三题，写出便利的两首单曲名，这个也太简单了吧？好。
OK。第四题，边丽一直想做却没做成的一件事，我自己都不知道。哦，我知道你有一个你之前说过的那个，就是蹦极，是不是？蹦极我蹦过了。你蹦过了？那你有什么想做却没做？你是在问我答案，我还回答你。那你还有什么想做却没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耶。那你换一个题目。没有，他没有这个选项。没有，没有，他一直就是这样的。那你换一个题目呢？啊，那先有备选题吧。没有，先跳过，就这个。那你都不知道自己答案是什么？那我写一个嘛。一直想做却没做成的一件事情。这范围也太广了吧？我哪知道什么事情？啊，随便写一个吧。题，边丽对自己最满意的五官是？就是五官啊，就是五官呐、啊。最满意的五官是什么、啊？哎呀，不要看，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啊。他们写什么呢？最满意的五官都满意，他们太了解我了。好。边丽最近最常哼唱的一首歌是？你最近没有哼歌？我最近哼了，天天在哼。那你哼的就是我们马上要练的那首歌？我才不是嘞！那是什么？就是那首歌。不是。啥呀？第七个例举边丽的一个小癖好。好了。第八个模仿边丽自拍时最爱做的三个表情。模仿啥？三个表情。三个表情就是你的自拍，就是半张脸，就是自己半张脸，然后半张脸微笑，对，就是这种斜角这个角度的微笑。好，这一个，第二个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拍的那种这样子回眸的背影。这个是。然后还有就是撩头发，就是这样子。哦，并没有哈。有，我给你找出来照片怎么办？就是这样，只有中间那个答对了，前面和后面那个都错了。哇，你自己去看你的照片。哼。好。第九个，边丽最想同台的明星是？最想同台的明星。当然是 JoJo。 好，第十个，边丽在家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哼，但是睡觉了。OK 完美。来吧。第一题，便利贴 Tiffany 蓝。对了。第二题，风月无边丽人最美。什么鬼呀、啊！你是在套用你的那个掌声最美吗？丽人最美。错了。第三题，某一天等。对了。第四题，我其实写的是无，他写的是开演唱会，那也算对吧？耶、yeah.。然后第五题眼睛，这就错了吧？就是我对自己就都很满意。你要五官，就是你看五官，你看到刚刚粉丝的答案没有？就是都很满意，他们都很了解我。好吧，那就眼睛吧。第六题错了，第六题写个叉叉叉，第六题你写的是什么鬼呀？第六题写了个叉叉叉，我的天哪！第六题是孤单心事，我最近在和怎么唱？你唱一个。爱你是孤单的心事。第七题是什么问题啊？我这里怎么留白？你的癖好啊、爱吃辣。对，算。第八题是什么？天，你也空号，我也空号。第八题什么？哦，自拍表情。哦，那个是错了的。然后第九题，周杰伦。对了。周杰伦。第十题睡觉，我是躺着也差不多。差多了。就这正确率稍微比我高一点点啦，就六道题哦，恭喜你哦。哦，谢谢你。OK。好，那么就是我赢得了胜利，那么边边就要接受惩罚。还有惩罚？还有惩罚是
对着镜头撒娇，其实也不算惩罚，就是相当于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太惩罚了吧？编哥哥来撒个娇。哼，为什么要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谁吃兔兔？最爱吃兔兔的好像是你。没错，就是我，我就是要吃兔兔，因为兔兔可爱才要吃兔兔啊。好吧，你们说有没有过关？过了。好，下一个。不够，有人说不够，不够，谁说的？不够，踢出去。不够。哎呀，不会撒娇。还记得直播开始时的打 call 环节吗？在直播间的右下角评论我们的新歌《烟雨笑》单曲，评论尾数达到999，然后只要尾数是999的，1999、2999、3999都算，然后就会怎样呢？就会怎样呢？跟上啊，跟上我的节奏，就会为我们直播间取得爆灯的惊喜哦。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经常该有的唱歌环节了。没错。好，那么就让我们为大家来演唱一曲《烟雨笑》。掌声送给我们自己。烟雨笑，然后我就用我自己的手机放了歌了。我们就一起唱吧。好吧。我看歌词。好看歌词。是你言语的花俏，掌上都看人窈窕，随便一曲随随伴奏。对，我应该开伴奏。等一下，稍等片刻哦。我们搜一搜烟雨笑的伴奏。哦，纯音乐没有歌词，那就不没办法，考验我的记性的说道，放到这里。Thank you.
夕阳花前愿晚秋，一厢情愿去难逃，也则是世事难料。对大家，就是如果想听原唱的话，还是就是去酷狗音乐 QQ 音乐上搜一下《烟雨笑》，就不要听我们俩刚刚那个版本了。哎，今天我们的福利加码，还有我的单曲送给来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哦。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唱一首《等》。哦，原来是《等》呢！哇哦，这个真的好惊喜哦，我自己都不知道哎。很有挑战很有趣的隔空互动、什么呢？什么是隔空互动呢？就是上一期的嘉宾，然后呢他们写了一个秘密挑战来让我们，就是下一期的我们来完成、然后而当期的嘉宾绝对不能是我，好官方，就是我们一定会用最好的挑战来，就是最好的行动来给大家证明。然后我们挑战完成了之后，我们也会出一个小挑战给我们下一期嘉宾，我们的下一期嘉宾就是我们后两个人。对，没错，我们上期嘉宾是在《热血同行》中有非常出色表演的花九卿扮演者宁馨，他给我们留下的任务是什么呢？哎，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什么呢？哦，反手摸肚脐。呆逼有没有试过这个呀？没试过。稍微的有一点难度哦。我试一下啊。但是就是今天穿的有一点点的，哎，啊，好难！摸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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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对，然后呢，我们就是 so easy 挑战成功了，对不对？好，就我们既然挑战成功的话呢，哎，看一下，对，好，挑战成功的话，作为一名严格的呆滞剪尾，又到烂职权的时候，就是我们呢要给接下来下两位，就是我们团的成员，应该是鱼酱和哈哈吧。对，然后我们要给他们留一个任务，什么呢？我们要给他留什么任务？好，那什么任务？你们来想一个，你们有没有想一个？要难一点的，这种太简单了，太简单了。要什么难一点的？那种难一点的挑战，这样子啊，我就来出一个好不好？什么？就让他们俩对着后面的墙吵架，就是对着墙吵架，跟墙吵架。跟墙吵架，对，这墙其实是不会说话的嘛，就是相当于他们要一个人撑起这一台戏。那我们给他们规定一个情境吧。还有情境，你来想情境。就是对着墙吵架，对着墙吵架，一分钟不能停，不能笑场，不能笑场。笑场就是应该是那种，这个比较错，对，就是那种去买菜，然后那个菜场的那种商贩少给你找钱了吧？好，行吧。情境，情境就是五点的鱼酱和哈哈哈哈哈哈。情境就是去买菜。商贩偷斤少两，偷斤少两，缺斤少两吧，那叫偷斤少，缺斤少两，好，我们的任务就放在这了啊。完了之后，鱼酱和哈哈，你们一定要好好接受我们的任务挑战，好吗？好，放在这儿了，留给你们。情深，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直播前的你们，直播间前的你们，是我们团队作战时候，就是我们团队作战的时候到了。我跟边边呢，会分别带领大家给对方出不同的题目，题目，关键词，给大家出不同的关键词。不是我们卡住了，是这个提词器有点慢，因为是手动的。好，就给我跟边边分别带领两，就是你们，对，然后呢就给大家出不同的关键词，大家根据关键词写出相关的歌名，我们会根据答案选择性翻唱，好吗？没错，对，就是要写歌名了。那就你先提问吧。好，我就先提问吧。你们和我是一对，就要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就是关键词一就是爱，或者是带爱的歌名，就是有带爱的歌名。爱的应该有蛮多的。然后第二个是歌曲中带数字，就是带爱。一个一个，不好意思，吓死我了，我以为要一次性满足这么多条件。好，第一个就是带爱的歌名，好多，我的天哪，太多了，太多了。对，他们都说好多。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所以他的歌名是什么？老鼠爱大米。可以，我看到他们写了好多爱情经纬线，快，爱情猎手，爱河，爱河我会，依然爱你我会，唱，随便挑一个，爱河是爱河里面有爱字吗？没有爱字吧？不用啊，它只是歌名带了我。已经褪了色的相册，再也找不到彩虹的颜色。还爱的供养哎。把你捧在手上，虔诚的分享。好。接下一段烛光，将心门点亮。这太简单了。第二个。歌词中带数字的歌曲，一定要歌词中。我数一二三，木头人再不表白，天就要黑了。好，
好，歌词中快，你们还有想到什么？一个一个梦推开了天窗，一二三木头人，就是我唱的那个吗？一二三木头人，我们的一二三木头人，我们的一二三木头人，嗯，好听。还有什么？数鸭歌。我们前大家下有过一只鸭，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快来快来数一数。哦对，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二四六七八八八。不行不行，换手换手换手。我刚刚都已经唱过了呀。不行，那不行。不同的为什么不行？要唱很多，你还要跟他们一起嘞。你怎么就只有一个了？唱几首嘛。对呀。那就再想一想喽。对啊。带数字的，怎么呢？突然失忆了。他们给你想那么多，你不看看他们？我看不见，我都跟你说了看不见。你往前凑一点吧。1010年，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不，十年不是这样唱的。十年之前，那刚刚那个也算一首了。刚刚那个就莫名其妙又多了一首啊。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然后还有第三个，稍微难一点点。歌词中是叠字的歌曲，歌词中是叠字的歌曲。对你爱爱爱不完。想和你天天念念到永远。算过了，还有呢？江南啊，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天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好，还有吗？小鸡哔哔，团圆，团团圆圆。天天天这地天天天这一天，不对。念念念这一年，天天念这一年，念念念这团圆。啊，反正就是这样子了。OK, fine。好，凉凉。凉凉三生三世，恍然如梦。好，下一句不知道。还有吗？空空如也那个。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下一句也不知道。OK OK。好，我来提问，你们跟讲师一起回答哟。第一题，带颜色的歌名或者是歌词。蓝色的思念，哒哒哒哒哒哒，什么的什么。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的小小秘密。绿色晴天，绿色，绿色会唱吗？绿色。什么来着？若不是你，哦，对对对，突然闯进。我怎能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绿光，爱是一道光，那不是这首歌。绿光怎么唱？绿光，穿越了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红色高跟鞋，怎么唱？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中默。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好，下一题，有关恋爱了的歌名或者歌词。太简单了，难道我有初恋了？不可能，真的真的初恋了。恋爱 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恋爱循环，恋爱循环怎么唱？我们的歌啊，怎么唱？我都知道，虽然我没唱过。恋爱循环怎么唱？我不知道耶。恋爱循环是我们的歌吗？有吗？不是我们的歌。不是吗？是不是我们的歌？不是啊。扣工资，人家都是扣工资。不二情书，他说就是你们的歌。天哪，这段不能播出去，这段。下一题，尴尬死了。带语气词的歌曲好难哦，这个带语气词，就是，对，这个意思。阿斯蒂阿斯多阿斯蒂个多阿斯蒂阿斯蒂个多，那个叫快乐循环。对，我说明明是快乐循环。
还有什么？左手指月。语气词还有什么呀？语气词。左手指月有语气词吗？没有吧。哦，卡路里，卡路里语气词是什么？哦，每天起床第一句，是不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呀？夜笙歌没有吧？哦，我知道了，春晚。哎，春晚，春晚。啊！完美，完美。春晚就是最有代表性。情互动，大家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脑洞很大。嗯，没错，对。作为回报，接下来派出我们呆逼为大家现场演唱一首自己的歌曲。你要唱什么呢？你们想听什么歌？我们想听什么呢？你们想听什么歌？你们想听我唱什么歌？我想听上海时光。有定吗？上海时光。也可以不唱我的歌吧，就是随便唱一唱。他说要唱你的歌。唱我的歌，那就唱《上海时光》吧。接下来有请呆逼为我们演唱一首《上海时光》。哎，不行，这个没有歌词，我还是放这个。让你唱左手指月，左手指月怎么唱？哎，要不你唱一首《天下》吧？哎，可以，我唱《天下》。要不让他唱《天下》吧？最近刚发了。对。就是我们翻唱的张杰的《天下》，因为我真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张杰，然后呢，这首《天下》就是，哇，就是能翻唱也真的是，感觉好像圆了青春，就是小时候的，就也不是小时候，就是青春的一个梦。会剪断天涯。
子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哎，今天呢，对，也难得我跟边边可以跟大家共度，有没有到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的欢乐时光。然后我们现在呢，也得为大家谋个福利，对不对？又到了为大家谋福利的时候了。作为宅家许久的我们啊，不知道你们现在就是有没有就是恢复上班，也不知道恢复上班多久了哈，也有一些好礼要分享给大家。然后呢，今天就看我们都准备了一些什么礼物吧。好，我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免洗的这个洗手液，然后因为最近疫情嘛，所以大家还是得注意多洗手，然后出门要戴口罩，然后这个它就是小小的，然后就随身携带比较方便，然后就送给粉丝，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这段特殊时期哦。然后我准备的是我自己的一本书，然后它是叫总能让你开心的100个小定律。其实它也不算是一本书，就是你把它翻开，它每一页都是很短的，但是是一个小道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家待那么久，肯定会有一些就是有时候会很就是比如说心情闷闷的时候呀，然后不开心的时候呀，我觉得这个时候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然后每天都要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对。然后他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小道理，然后我觉得他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就什么什么小数法则呀、反馈效应啊，就是这种，就是你看了之后，你就会告诉自己说，哎，原来这样子哦也是对的，然后哎他这样说的也有道理，对，你就会觉得恍然大悟。然后我还算了我的 Chapelle 在里面夹着，哎，对，然后就把这个呢就作为礼物送给你们。然后呢，这个小物品是会作为我们四月小礼品送给在酷狗音乐我们这一期微博预热中的一位幸运网友，就是在酷狗音乐官博下面他有一个预热微博，对，下面去抽一个幸运的网友。然后你们如果还没有去评论的呢，赶快去转发评论预热微博，然后直播结束之后抽奖再送出，所以还没有行动的快去。所以是一个网友同时获得这两个礼物吗？是吗？应该是吧。是一个人获得一个礼物，还是应该是两个人吧？对，应该是两个人吧，一个人获得一个礼物。对，没错。那此时你们还记得我们的努力吗？在直播间右下角评论我们的新歌《椰子笑》单曲，评论尾数每当达到999，如1999、2999、3999等尾数为999时，都为我们获得直播间的惊喜爆灯。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挑选优质评论来翻牌喽。我们用手机看一下吧。哎，我的手机在这儿。让我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精彩的评论嘞。有什么精彩的评论嘞？精彩评论第一个是哈哈，谢谢老师给了我一次机会唱 rap。就你要用我的看吗？用你的看一下吧。你先挑选几个，我们要翻几个呀？2到3条优质，那你先选两个吧。我这里打开和你那里打开是一样的吗？全部精一样的，全部。好的，前几个都是我们的成员。然后看看，哇，好多哦！他带了一张图片，《烟雨江南》，他自己做了一首诗吧。春江水暖桃花开，雾锁河柳烟雨蒙。紫燕南来竹塘泥，杏花春风柳垂枝。哇，好有意境啊！然后下面一个朋友说的是“烟雨如梦，梦于烟雨”。人生是一场烟雨，具有美丽的回忆，也有彷徨的愁绪。说得很对哦，说明听懂了这首歌。
然后让我再来挑选一位朋友，也是一个写了一个算是打油诗吧，写了一个烟雨笑，夏三月烟雨飘，江南岸船渡少，石板桥偶遇到人儿他风华茂，俏佳人杨柳腰，油纸伞回眸笑，夕阳间柳晚照，一厢情暗自烧，人世间多情恼，放下了此逍遥。我们是要在这上面评论还是烟雨笑？我们是要在这上面评论评论吗？对啊，他们说他们说不是，我们是要在这个上面去回复。好吧，那我刚刚读对，我就说为什么要读了呢？哎，我怎么放歌了？然后我们来挑一下这个怎么回复啊。怎么回复啊？哦，在这儿。好，我们还是下去回复吧。我们把时间交给接下来要接棒的两位成员，我们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对，然后呢？现在我们看看，哦，对，我们要看一下粉丝榜单前三名会是谁得到福利。我们来看一下榜单前三。第一名是不穿裤子不撸。倒计时三二一，还没倒计时，不好意思啊。倒计时三二一，好，要刷新一下，看一下。岁与凝白，第一名是岁与凝白，恭喜。第二名是刚刚的不穿裤子不撸，恭喜。好，第三名是此生只爱 SIG， 恭喜。请所有获奖网友在你们的个人资料里写清楚联系方式和电话号码，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哦。截个图，截个图，怎么截？那个音量键加对，了，然后就是有我们的哎呦妈呀，我们的那个小签名耳机和小签名的照片就会给你们喽。然后今天是2020年 Google 新月坊第六期，六六大顺。今年 Google 新月坊新增了一个全新的环节，叫做新月坊手札，是不是？记录一下歌手在新月坊舞台上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感受。我现在手里有一本札记，在哪里？札记啊，在哪？我现在手里没有。来。地下，谢谢。这个，对。然后我们就是会和现场的我们的成员们一起签下这张签名照，就是我们会签一张签名照，然后把它贴在这个手札上面。对，然后上面还有我们给你们写的话，就是每一个成员都会写，然后他们呢一会儿下来了之后就会写给你们。对。没错，然后来这个还给你们继续开始写吧。所以我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现在是4:54，没关系，我们还要去评论，然后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接下来的两位成员于正和哈哈，不要走开。感谢大家今天来直播间看我们